觉得不好。阿联要位没有给，没给就说赵睿啊，他觉得不好给。好球，行啊，能打进就行。是。来到 CBA 啊，来到广东队效果怎么样？是我看他季前赛呢，就是场均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就是场均20分出头这样，嗯，啊，这么一个数据。然后，助攻、篮板呢，就是属于啊，去的都是强队。是。广东队率先跳到球权。说实话啊，杜振旺没防啊，放掉了。这个是准的，放掉了。我这个准啊，你这个不应该啊。这个是很有威胁的一个点，三节九分啊，三节三个三分吧，又要丢啊，这球看着。再转，有机会怎么样？还一个。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开了，这三分线开了。教的不好，阿联要位没有给，没给就说赵睿啊，他觉得不好给。好球，行啊，能打进就行。是，可以转了，这球赵睿的机会来了，转的非常好啊。这球就是赵睿在那个点上，就是你必须转给他了，自己也乐了。犯规。温罗这球啊，甩得很漂亮。往威姆斯那边看，然后甩给任俊飞，把整个北京队防守给调动了。但是命中率也不高啊，25.7%的外线命中率。他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，印象是。王立突再分，这球啊是跑得很好。对。虽然没有打进，但是赵睿啊很机敏。王立突的时候，底层我还是要可以做得更好一些。第一场确实手紧啊。啊，从这个篮板啊、命中率啊，包括罚球上，又是反向切，这次阿联有准备了，这回有准备了，判断对了，现在有准备了啊，时间也到了，犯规，抛了一下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，到了，应该是到了。刚刚看下面那个提示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到了。啊，杰克逊觉得自己很冤枉啊。嗯。赵睿今天是10分2个助攻。第一罚还是没罚进，今天真的是丢罚球，罚球真的是丢。这就放掉了，这个就不用犯规了。投一个，打板投进了还，但是0.3秒了，是啊，0.3秒没办法了。比赛结束，87-84，双方呢差3分，结束了。